而家嗰個諮詢係六個禮拜，而咧係即係坊間盛傳咧係會下個禮拜四咧就係會係即係參選辭任噶啦。咁按嗰個程序，你應該係辭任所有公職嘅。咁個諮詢有咩意義呢？我就好反對啲人咧，將今日嘅討論咧就同特首選舉掛鈎。即係我覺得咧，應該同翻西九文化區，我哋係咪應該係全力去支持有一個故宮博物館呢一個嘅建議去睇？大家唔好將佢咧就係 side track， 淨係用政治嘅角度去睇，或者咧就淨係同特首選舉去掛鈎。我哋又係西九嘅區議員，又係立法會議員，我哋希望咧，西九是盡快可以落實這個故宮文化博物館。西九在那裡呢曬太陽呢，就已經是市民呢就覺得這個大白象已經是什麼都沒有，所以呢其實聽到有這個故宮博物館的一個建議和有機會落實呢，其實我們是非常之歡迎的。那個諮詢的過程呢，會不會是剛才梁繼昌也有提到跟台灣是有些備忘錄，會不會同大英博物館去簽署備忘錄？剛才鄭松泰議員如果不是用這種讥諷的語調呢，我覺得他有些意見在跟住下來的六個星期諮詢，我覺得是應該開放去考慮的。不過用讥諷又說要找台灣，陣間又找大英帝國，我覺得大家會聽同樣的嘢咧，係反感啊！其實咧，可唔可以咧，大家係用希望呢件事做好嘅角度，你可唔可以嗰個表達嘅時候，唔係咧乜嘢嘢由中央嚟嘅，你就好似咧就係一定要反，唔係好似反你支國旗咁樣反，你可能係令到我哋西九特別西九嘅居民市民咧係對你好反感啊！